有自制的优酪乳可以免费试喝哦，可以让你来帮我们做个优酪乳小测试，你们试喝一下哪一个最接近你最一开始喝到自制优酪乳的味道。接近你做的这杯可以看看，第二杯比较像第二号。妈妈喜欢我们二号的话就是柠檬一简单点，刚刚看到名字会有点吓一下，这一次的口感我发现更顺口了耶，跟我自己做的啊蛮雷同的啦。